太君，命令你的部队先行前进，要快！是，老七，过来！队长，老七，告诉弟兄们，快速前进，走在前边。队长，前面是地雷阵呢。 这是太君的命令，必须执行。兄弟们，快走了！是。看看，快！跟上！行队长。哎，哎，加！ 包围了！给我打！给我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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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死你！打死你！快追赵化龙！快！快啊！队长，赵化龙早就跑了，咋办呢？这跑了啊！傻子跑了，不赶快上！快！警察队长，哎，太君，你去哪？不去哪儿啊，太君！你看赵化龙他们跑了，咱赶紧撤吧。撤什么撤？各分头进村。我要学习赵家庄。是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大哥来了！快快！你们这边说。报告队长，没有，报告队长没有，报告队长没有，没有怎么办呢？皇军要人呐！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？赶快走啊！走快！都走！上一次老子就是被关在这个大院。就是这间房子，俺就关在这屋里，还愣着干啥？愣着干啥？把这房子给俺拆了！快！是抓住他，俺一个个都全崩了他。没错。哎，队长，海洋县游击大队第三中队，赵化龙是这儿的队长啊，和你一样。放屁！俺是大队长，他中队长，能跟俺一样吗？还愣着干啥？愣着干啥呀？给摘下来砸了！哎，笨孩子，砸了！现在肯定吃大餐的，那当然了，这是咱们准备了好几天的宴席。